新蚝影会创意积木模型展，欣赏大师级新蚝影会 LEGO 模型固然重要啦，但系喺新蚝天地流线影都好重要噶。除咗同 LEGO 影相之外，各位仲可以去到新蚝天地各个地方，喺四个唔同场景影翻张靓相留念添。快啲跟住我嚟啦！蝙蝠侠夜神飞驰是全球首个蝙蝠侠主题的 4D 多媒体飞行体验，蝙蝠侠迷不要错过啦 ！Magic， 我而家就不在魔幻间呢一度班门弄斧啦。话晒呢度有知名魔术大师 Franz Harari 同埋其他国际魔术大师啊嘛。至臻华纳满分同乐园嘅漫画、卡通人物中间，我觉得我好似变翻小朋友咁啊！话到明呢度富荷里活风格，又点少得荷里活制作呢？选战风云有我最爱的毕比特、李安纳度，揀哪个好呢？既然来到梗是不可以空手回去啦，你还可以在这里免费印制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专属巨星明信片，但是明信片列印服务只是去到8月31号，想替做你的巨星闪烁时刻就不要错过啦。